最近的生活就是宅在家里，然后跟朋友一起看戏，像日常宝宝一样，看着看着，玩着玩着就饿了，然后没事就想要做个 vlog，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新买的脚车，怎么知道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了，感觉自己太不了解自己的脚车，所以就想要再试一次，还是不成功。很快的就到隔天了，买个礼物送给朋友。出门就这样子逛着逛着逛着，你们会不会都像我一样呢？自拍，然后拍天空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场所吃吃喝喝，然后发现到这地方呢，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人，单独一个自由自在的这样子逛，还蛮轻松的。在新加坡呢，我们已经可以出门了，但是还是要保持安全措施。